不要让他花力，知道没有？不要让他拉进去啊，稳不住了跟我说啊。我觉得要补钩。不用补钩啊，不要补钩，稳不住了你跟我说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要，你慢慢的稳住他，他慢慢的出来了，往左边，往右边一点啊，往右边一点，往这边。他怎么稳不住？你跟我说一下哦。不是，我感觉他好像有一边卡住了。哪里卡住了？你松一下，你松一下，别松。我觉得他有一边卡住了。别用力，别用力。笑，顶住了，再松一下。对呀、啊，顶住了。我来。是顶住了。哇，拉绳子，拉绳子。哇靠！哇，好大好大好大。嗯。给个双击啊、哦，加个关注啊、哦。小姐姐钓的啊、哦，嗯，小姐姐就是牛逼 class， 就对着这个小姐姐是吧？哇，可以。回事啊，晚上都出来了啊、哦，朋友们，这里有条鳝鱼。如果我能钓出来，请你们给我一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来，钓不上来，双击关注我也不要了啊，直接搞你头，中了吗？这么快吗？答应过我的啊，小星星跟双击啊，一定给一个再走哦。嗯，说话要顺话哦。对，慢一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哇，烦死了！来，别动，来对一下，对一下。记得啊，小红心留下啊，再走啊。来，上来啊。应该要这条要新一点。来了来了啊、哦。你看还是喜欢大的，牙签它都不咬。来。你看我要把它大的放进去它就咬了。来。摸摸你的头。哎，来。来。喂喂喂。怎么又来了？稳了啊、哦！哇靠，网干的那一种啊！哇！记得给个红心啊，给个双击啊，对着这鳝鱼头点两下啊，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。哇，就是这么，对，记得你们的红心啊，嗯，有点这条有点大啊，差不多四两了。在这里，圈圈。嗯，在这里，对，就把它引出来，勾肩朝下啊、哦，小姐姐，会不会朝下？可以，可以。朝下，朝下，朝下没有？我靠！哦，怎么回事？你把它，蚯蚓还有不有啊？来了来了，这下朝下。今天晚上这个是朝下没有？朝下了。啊？好，到了，拿绳子，抓呀！快点抓！对着我，牛逼！666可以不？看一下从，别着急啊，我看一下从哪里来吃的啊。感觉要来了啊！我就不知道往哪里来吃的，不知道它的下颚在哪里。来了哦！哇靠，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朋友们，这里有条大货，钓上来给个双击哦，给个红心哦，钓不上来我双击，滚住我也不要了哦，直接中了，我靠，金货哦，有一斤呢、啊，兄弟们，我靠，这么大，哇，哇塞，稳不住啊，我靠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哇，我靠，这么大，一斤多了。有一斤多了哦，这叫稳稳的一斤多了，稳稳的一斤啊，这么大，稳稳的一斤哦，记住你们的双击跟你们的红心哦，一定要给一个哦。来，哇，朋友们，真有条货啊、哦！
钓上来给个双击啊，钓不上来双击滚住我也不要了啊。嗯，来，出来了啊，估计就一口啊。中了啊，正中下颚，正中下颚啊，正中下颚，我靠，这么大，哇，牛逼！记住你们的双击啊，跟你们的关注啊，点头像，进来看经常怪直播，我靠，哇，完干的那一种。哇哇哇哇，刚这个力道啊，哇啊，牛牛逼啊，哎呦，这条确实大，别着急，两条大货，今晚两条了。啊哇，拿大哥，我拿着你的手机，你钓你抓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怎么样？可以。小钩就可以了，小钩不行，相信我了，不行，搞小钩，小钩脱了，哎呀，娘娘，哎，真的，不会说点好听一点的吗？对呀，真的是，如果钓上来你怎么办？你娘娘好不好？对呀，你娘娘好不好？兄弟们，这里有条货啊，钓上来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啊，钓不上来啊，是吧？阿斌下水。嗯，搞你头，要出来点，要不然他张不开嘴巴呀。可以了，稳了，没稳了，吃第二口 了，别让他拉进去，没稳了，稳了，都说没稳了，你别让他拉进去啊！我知道没稳了，我靠，拉出了深圳大货的那种感觉，还是没稳，让他吃第二口，这下稳了，还是没稳，稳了，没这下没稳，我把头都。都说个钩侧着头来吃的了，还好那句话没说。这钩子朝一下，再引出来，再引出来，这回稳了，稳了，这回稳了，稳了，稳了啊！稳不稳我都知道了，我牛逼！哇塞，半斤都有了！别慢点，别急！哇塞！别急别急，漂亮啊，记住你们的红心跟你们的双击啊，点头像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，黄干的那一种，奥利给奥利给，半斤有了没有？四两